板斧啊、胶粉啊，只是干那一项烦恼，干咱解解掉烦恼，会使咱往错误的方向行，就是啊，偏差、错误。做了真多呢，罪啊、恶啊，咱也知影讲，这敢那是一个烦恼，其实烦恼即菩提嘛，我者即是佛啊，迷者即是凡夫，觉者即菩提啊，迷者即烦恼。不管是佛啊、凡夫啊、菩提啊、烦恼啊，其实是一项物件，人人本具的佛性啊。这啊，只是敢那在咱去给一念无明，不觉生善世，真正的迷失烦恼。生出来啦，所以啊，这种的病毒啊，走入了咱的本性的内底，安尼去甲伊染着，所以啊，伊不断复制，不断复制，复制了真多呢心灵病毒，咱来知影。日常的生活中，举手动足、开口动舌啊，无不是业。举手动足，无听到人讲一句话，轻轻一句话，这句话呢，走入咱的心来，是啊，欢喜的呢，是埋怨的呢，这拢总是。让我们欢喜的，我们就会去把它接着到，我欢喜去把它接着，那欢喜会变成了执迷不悟，就是大家人常跟我说好话，常跟我说好话，我做好事情，你怎么没跟我打破一下，我们常听人说，话说说说，快跟我鼓掌啊，在那说话呢，伊嘛爱听掌声，这叫做执着。这就是爱人家侮辱，爱人家赞叹，这种的心态也不对啊！啊，或者是人讲一句话呢，让咱扣分，让咱埋怨，这呢，那累积成了迄个是非烦恼。有朝一日啊，我看到这个人呢，心唔知未欢喜，就会对伊呢一种无好的态度，或者是故意去冒犯，等等，这拢总是病毒。外面的境界啊，不管是人讲的话，或者是环境，等等。让我们感觉会到的呢，只是让我们感觉到的那个东西，无不是呢心灵的烦恼，这叫做心灵的病毒。修行啊，就是要爱，也要预防，预防咱这个心灵。外面不管达到什么款的境界，风吹草动，或者是呢欢喜，或者是让咱烦恼，让咱受气，这种的境界现前的是。
来啦，因为咱拢凡夫嘛，七情六欲啊，大家人拢也够有，不管呢，什么款的境界来到咱的心灵，这种的这个感情，是啊，怨的情啊，恨的情啊，爱的情啊，欲的情啊，啊，足侪种真正的复杂的情啊。这种的心情啦，咱唔通定啊，囥个心咩？咱爱，不管什么款的境界来，咱爱家己爱会晓过滤，过滤了后呢，什么是咱应该去做的，咱认真去做就对啦。什么是无应该咱去做的，咱爱赶紧的将咱的内心给消毒掉去。这叫做心地精进，好的精进，咱认真经营；那歹的精进，咱来积极消毒。所以，心亲像一颗禅，那心亲像一个乾坤的境界，所以咱来时时照顾好咱这点心。